小七去冒险吧 ，Let's go！ 小七的奇幻之旅第三十二集。胖胖熊，你说我到底该不该帮精灵儿啊？我直接就能回家了，可是他怎么知道我需要糖果的？你真的能给我一百颗糖果吗？当然了，只要你帮我救回我的家。成交。小朋友们，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加订阅哦！我们下期见。